肖战《人民与古窑》预告片上线一周年，播放量破5亿，比《余生请多指教》开播前预告片播放量要高3000，预约人数近200万，有望呈爆款。记得在3月15日，肖战主演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首播当日预告片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4.7亿的播放量，也是有史以来在所有电视剧播出平台预告片播放量最高的作品。 看得出，在肖战这部戏还没有开播，大家就都已经很期待了。尽管肖战曾主演的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预告片播放量在播出之前就破4.7亿，成为了最高纪录。但是这并不是肖战最高的纪录，肖战还有杀手锏在手，那就是他与任敏领衔主演的电视剧《御骨遥》预告片已经超过了4.7亿，成功破了5亿的播放量了。据悉， 肖战《人民》的《御骨遥》预告片是2021年6月7日正式上线的，截止到近日刚刚一年，所以说短短的一年，预告片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5亿，想必这就是肖战的又一大奇迹。而目前《御骨遥》还没有定档的消息，如果这个播放量继续上升，等到《御骨遥》正式播出时候破6亿。 7亿应该都是有可能的，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播出的消息。其实之前的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预告片播放量破4.7亿，是上线了几年才有的成绩。而如今的《御骨遥》仅仅用去了1年，肖战和任敏的这部《御骨遥》可谓是待播就鲜活。其实细数一下，时下待播鲜活的剧并不多，除了肖战主演的这部《御骨遥》，剩下的就是赵丽颖主演的《幸福到万家》。 还有一个就是迪丽热巴宫俊主演的《安乐传》，其他的就再没有了。不过之前网络上都在说肖战主演的《御骨遥》会在暑期播出，而距离暑期仅仅就一个月的时间，其实还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。如今肖战《人民》《御骨遥》预告片都破5亿了，你觉得这部戏如果今年开播，会是一大爆款剧吗？